都知道 AK 是战争中的名枪，到现在依然是名枪，然后至少有1亿把 AK 在这个世界上。对，通常情况下听到 AK 的枪声就已经吓傻了。对，这是一把战场名枪，据说这枪永远都不坏，然后咱们今天试一下看它会不会坏。这有155发子弹，一次性的给都打出去看看会怎么样，然后我们会把它打热的扔到水里，然后往上扔沙子，来各种各样的极限测试。先拿一个大弹夹，长弹夹试试看啊。枪管已经热了啊，我把后盖摘下来啊。扔到水里，拿出来直接激发。好的，OK， 没问题。我现在把排气管拆下来，咱们再试试还能不能打。给我抓把沙子，我觉得这挺极端的了，稍微有点卡壳，但是还能激发。还能激发。还能响。弹夹空。弹夹空，这就是世界上最神奇的枪，所有枪支的配件都可以随意组合，然后每支枪跟每支枪的配件都能来回的随便装。枪管打到红，没事儿。枪管打到红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咱们现在给它都装回去，然后把水弄不掉，把泥沙大概齐，我在那盆里涮了一下，看看还能不能。再正常的激发和使用。脏了的子弹，是不是很神啊？这就是 AK-47，杀人无数的枪。